你们知道新加坡的 Iron Orchard 用的香水味道吗？如果我告诉你，你在房间也可以闻到一样的香味，你们相信吗？你们知道吗？其实 Pristine 的 Iron Orchard 香薰认真的名字是叫 Himalayan Tea， 因为它的香味和在 Iron Orchard 闻的香味是完全一样的，因为里面有白茶和香柠檬、佛手柑，和 Iron Orchard 在用着的香水香料是一样的。偷偷告诉你，它还是赢得了最佳香味奖项。还在等什么？赶紧买下，你一定会很喜欢。